那也想问一下小黎，还记得当时就是你配音的时候，那是几岁？哇，跟琪琪一样是13岁。然后这个是几年前了？哇，你觉得要算吗？13岁的时候，接近琪琪的年纪的，20年前，谢谢。其实那是我第一次配的那个动画长片女主角，然后那时候的配音老师是王景平老师。那我记得我那时候进去配音的时候，他跟我说，琪琪是一个很勇敢、很纯真的一个小女孩，但是你不能太像小女生，所以你的那个声音里面都要充满了那个热情啊、纯真。所以我记得有一句台词啊，我就是重复了大概有30-40次没有过，哎，我好像是录了一句话录了1个多小时，那句话就是，他刚骑着扫帚来到那个看得见海的城市的时候，他就跟他的黑猫姐姐说：“哇，姐姐你看，这个是看得见海的城市哎。”然后他就说：“你的声音里面要再多一点热情，哦，热情，那多一点纯真，再多一点勇敢。”对，所以其实配中文版，我现在听自己的声音在大荧幕上出现的时候，其实非常的震撼，因为那个声音跟现在20年后的我其实蛮不一样的了。就那个时候的纯真，真的就是13岁跟琪琪一起长大的我。